等等，金小姐，你先别动。美女，来抱抱。小姐。你没事吧？干嘛？等等，你先别动，我帮你系个安全带，马上就开车了。难受。小姐，小姐，我睡。小姐。是吧，先生？例会改到下午。好的。那衣服都准备好没有？我的小金总，你根本不懂现在的男孩子，尤其是岁数小的，容易。容易什么？骗财骗色。他骗我还是我骗他？你觉得呢？我不骗小男孩。你醒了，你的衣服昨天脏了，我让丘比给你准备了新的。不用了，我根据你昨天的穿衣风格给你准备了这些，你要是想要别的款式，可以让丘比再去准备新的。我穿回昨天的衣服就好。给你准备了早餐，
面包牛奶你要是不喜欢，就给你换豆浆油条。昨天晚上你放心吧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对我负责？昨天虽然我喝断片了，但不管怎么说都是我把你带回来的。留个微信吧，该负的责任我都会负的。比如呢？比如小金总，这个小奶呸，这位小先生的衣服准备好了，请吧。别人换衣服你看什么看，出去。我说的责任呢，就是除了不能跟你结婚，其他的你有什么需求，我尽量满足你。渣。谢谢你，我暂时没什么需求。那行吧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送回家，先送回学校吧。嗯。学校，学校，嗯，等一下，你的车安全带好像有问题，昨天晚上也很难系。我自己来。哪所学校啊？十九中学。中学？你是高中生，高中生你不好好上课，出现在酒吧？十九中学那条路上的南方大学北门，北门方便停车。啊，南方大学，好学校，很难考的吧？不是高中生就好。那个，昨天晚上我喝的有点多了，有些事儿不太记得，应该不是我先主动的吧？是你主动的？怎么可能？秦小姐，我看你还没很清醒，还是打车上班吧，我坐公交回去就行。郭同学。苏比，快来接我，我可能没办法自己活着开到公司。